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你们好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在下礼拜即将复刻的地狱集，还有一些复刻的卡片。那首先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孤鹤鸟的回归。那这张卡片有多神，应该我就不用多做叙述了。你只要随便 Google 一下秦始皇，基本上队伍一定会有它。那这张卡片作为最平民的常驻真伤，它做得非常好，有 2.2 倍的常驻真伤，而且这个不只给魔族使用，人族也可以做使用。所以这张卡片不只放进幽助队，甚至是秦始皇、飞影，反正只要夏娃全部都可以用。所以这张卡片是一张真的广度很广的一个队员，所以缺一个常驻巫女的话，绝对孤鹤鸟是你的第一首选。那么孤鸟除了表面上看到的真伤之外，它队伍技能还有一个减伤的效果。那会减伤 30%， 那队伍中有3个以上的属性就可以吃到这个效果，所以它是 OP 之处。除了减伤之外，还有这个隐藏的队伍技能要提供给大家。下礼拜五如果没有的话，一定务必一定要刷一张，一定我讲了2次就知道有多重要了吧。好，那其他两张复刻的就不用理它了，就不用刷。好，桔梗的部分是娱乐队了，那新珠会兼具自身属性，那原本是暗属性的话就是暗珠的效果。那这个会之前大家可能比较常用的就是大家新希腊，但现在新希腊也前解了，所以也不用用到他这个主动技能，所以这张卡片就变得没什么用了。16就换上只有兼具的效果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性。不过比较注意的是，它可以转换队长的属性，所以如果说你在解什么三属成就，然后你要看起来都是一样属性的话，或许是可以用得上这张角色的。好，那再来是这个蓝托这张卡片很可惜啦，之前出起来感觉是要给三藏做队员使用，不过它缺点就是它 CD 太长，而且它又没有一个专注的效果，对，它就是有点分散投资的那种感觉。那如果说你队伍中只有人神魔的话，会有转强化柱的一个效果。那如果说你只有龙兽妖，会有攻击力两倍的加成，如果你全部都有的话就是 2.5 倍，对。然后再来是如果说只有机械族的话，就会完全回复生命力以及无视敌方的防御力，主要是看关卡用。这是一张比较偏队员的主动技能，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少很少用它。像是如果说我要无视防御力的话，我可能会带大圣那种专心解决这个技能的角色，不会到带上蓝托啦。然后真伤的话有一大堆真伤比较高的，对，然后转强化珠的话光队也一大堆吧，对啊，所以蓝托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实用的瑞士刀，但事实上是一个小刀。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真的太缺光属性的队员，再练就好了。不然事实上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把资源浪费在这张卡片身上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就关于这次三张复刻的卡片分析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分析影片，别忘了现在订阅我的分享铃铛，下周新的片场就天天通灵，到时候看我们就下部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